哎，对了，婷婷啊，这刚刚啊，听我们编导说啊，说今天我们要请到这位嘉宾，那是你的偶像，那是真的是偶像啊。嗯、接下来就让我们请上《红楼梦》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老师，有请。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刚才那个编导问我，说这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我想告诉大家，这张照片啊，是我在电视剧的拍摄现场拍的。从12岁到今年56岁，40多年，我一直在剧组的氛围当中长大、成熟，渐渐的变老，所以剧组对我来讲就是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演员、导演欧阳奋强，谢谢。欢迎欧阳老师。欧阳老师您好。您好，我终于见到偶像了。欢迎，你好，你好，又见面了。欧阳，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没错，今天见到欧阳老师也特别的激动啊。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出乎意料，就是我们真的是以为您的第一张啊这个照片会放一张贾宝玉的剧照。选这张照片的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与贾宝玉不太一样。那么多年吧，其实从我的心目当中来讲呢，就是想让观众更多的认可我是这样的一个欧阳奋强，而不是那样的一个贾宝玉。我理解，就是可能一个人塑造出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是很难的，但是要跳出这个角色可能就更难了。希望聊一聊我们欧阳老师这么多年如何塑造贾宝玉，又如何去力图跳出贾宝玉这个人物。没错，咱们现在啊就坐下来一块翻开欧阳老师的这个相册，来听听他台前幕后的故事。太好了。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对您的固有印象就是贾宝玉，就是刚才看完那张照片以后，我就觉得吧，特别让你失望是吧？也不是，就是感觉和我印象里面固有印象的这个贾宝玉是完全的不一样。对我来讲，演贾宝玉吧，更多的是一个去完成一个角色。其实生活当中吧，我更多的就是你们看见的那个样子的啊。这乍一看，我以为您是指导这挖掘机往哪儿挖呢？这个，哎，有点像是吧？啊、对对对，那不怪我啊，怪那个照相的那个哥们儿没照好 是啊，给你带到沟里去了 哎，但是能看出您那种状态，是不是您平时在片场就是这种非常亢奋的这种状态？有点那个张牙舞爪的状态是吧？就是在现场吧，就是。你要带动的不是几个人啊，你带动是200-300号人、所以呢你要一种亢奋，要有激情。对，现在比如说走在街上，这个观众认出您，是不是第一反应还会喊您贾宝玉，还是叫宝玉？对、因为包括很多人吧，认识人、包括一些老朋友啊、这些还是叫就是宝玉呀、宝二爷呀、宝宝啊，不，宝宝没有啊，宝宝对，但是呢，要不认识的人呢，那见我现在这个样子呢，就直接叫我叫大爷。对，我有一次我在那个东直门，在这等人等车，完了一个女同志就迎面就过来了，很有礼貌的叫了她问路，知道吗？称呼我叫老人家，哎呀。当时吧，我就觉得吧，特别的悲观。对，我想可能我是真的老了。不，尊称也不知道叫什么好了。老人家啊，说的有点过了。尊敬了，说的有点过了。特别懂讲文明，懂礼貌是吧？提到贾宝玉了，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想我要突破贾宝玉这人，不要让大家再老记着这贾宝玉了？也不是刻意的要去突破，对吧？应该说《红楼梦》这部剧吧，它影响了几代的观众。我们所塑造的角色呢，得到了几代的观众的这个认可，对吧？所以你说你去刻意的去突破它，不太现实。后来是因为我的工作转到了幕后，那做幕后的工作跟你在台前做演员，那就是完全两回事儿了。没错。照片里面啊，我看到了一个。这是87版《红楼》剧组那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刚刚拍完，请全剧组大家就合张影。那您在哪儿？您还记得？我在第一排，右边的第四个。这一看到这张照片，我们就想到当年这个《红楼梦》拍摄，你看这么多人，这么多的演员一起付出这么多艰辛，而且其实能够进入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电视剧当中，不说百里挑一吧，也得是几十里挑一。主要演员多少挑一，这我还真不知道。反正挑贾宝玉是，几万里面挑一吧。几万里挑一。对。这是怎么一个
选择过程？那时候就海选这形式吗？当时的中国的几大官媒，像人民日报啊、新华社啊、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各大这个媒体刊登的这个消息，就是中央电视台要拍《红楼梦》了，全国海选演员，但那个是不叫海选啊，反正就选演员，让大家踊跃报名。那么主要选宝黛钗凤啊这些，对对对，我也看了这个消息，但是呢，我想这事儿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对吧？您不说您小的时候就拍戏吗？您那时候您怎么觉得跟您八竿子打不着呢？我不自信啊，我想怎么会选到我呢？不可能。我想的，如果说我要是有幸能够在里面去演个什么跑腿的呀、小厮啊，类似像明儿这种，我就心满意足了。听说上海这个小男孩其实蛮像贾宝玉的，他最早在一部电影里面演过岳云，还是应该是岳云吧，他就是定了贾宝玉了，基本上就定了他了，就办了学习班。第一期学习班完了以后还没结束，这个问题出来了。他这个青春期发育的过程当中，对，就长了满脸长了青春痘。对，你这青春痘多耽误事儿吧？对，个子呢，从1.6米，一下就窜高了，窜到1.78米了。这个子太高了，太高了。我不认识他啊，我是后来我听剧组的那些老师们讲的。所以最后《假红楼梦》都开拍了，贾宝玉没有了，因为那个贾宝玉不行了，被换掉了，没有了。所以又在全国这样找贾宝玉，对，又开始找贾宝玉。后来呢，侯昌荣老师，他呢看过我演了一部电影，演那部电影叫《红》，彩虹的红，演我姐姐的，当时上了《红楼梦》剧组，演史湘云，但现在我们看到史湘云不是他，那也又换了，因为后来他考上中铁文工团，后来他就放弃了演史湘云。当时呢是他演史湘云，叫张玉萍。侯昌就跟这张玉萍说了，我看过你演部电影，里面演你弟弟的那个吧，其实他扮相那个贾宝玉的妆，其实我觉得他蛮像贾宝玉的。后来导演到四川来，这样呢就找到了我。我估计后来他们实在找不到人了，找不到再合适的了，那么觉得我的条件呢比较符合导演的要求，对吧？身高1.68米，一张娃娃脸，二十郎当岁，有一定的表演经验，所以这些条件呢可能比较符合导演心目当中选贾宝玉的条件。他们是不是还得问问您是不是爱长青春痘？您不爱长，行，我们要长过了啊，长过了，过了那个阶段了，是吧？因为贾宝玉呢最主要的呢就是说你的表演，你的表现吧，你不能脏。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理解贾宝玉吧，我就觉得那是演的吧还是比较肤浅，现在再让我演呢可能比那时演的要深刻一些了。欧阳老师特别的谦虚啊，您刚说了，您一开始觉得旁边演个小厮就足以了，这个贾宝玉这人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后来忽然就找到您了，就定了您这角色，当时有没有点不相信，觉得这不是真的？我在北京试完镜头吧，完了人家剧组也没有说你是行还是不行，后来突然剧组说给你买了张头等舱的机票，那个时候你想怎么可能有头等舱，能让你坐飞机就不错了，我就在琢磨，我说怎么可能给我买头等舱呢？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我有可能吗？八几年那阵就有头等舱，那阵头等舱是什么样您还记得吗？就两排坐吧，座位宽一点啊。因为80年代坐头等舱的话它有级别的啊，我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一点，他们这个上的这个餐盘呢，现在都无所谓了，什么这个塑料的那个那么大一个盘子，对不对？里面就隔了几个格子，对不对？有放米饭的，有放汤的，有放什么菜的，那个现在都很普通的，司空见惯了。但是我第一次见，我觉得盘子太漂亮了，太好看了，后来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就给这空姐说，我说您看这盘子吧，我也吃过了啊，你们能不能别收回去，能够送给我做个纪念啊。对，那个盘子我一拿回家，就家里面放在厨房里面，放在筷子放了好几十年，放了好几十年，这也是一个珍贵的回忆啊，是纪念。对呀、对呀、对对对。后来我就自己把自己又否定了，我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就否定了。所以后来我回到成都呢，我就去拍电视剧，就到山里面去拍电视剧去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通讯很发达，对吧？也没手机，什么都没有。后来我在山里面拍了电视剧，再回到成都，我一进家门，那门口啊就站了几十个记者，消息已经传出去了，对，就说你演贾宝玉了，我们要采访你一下，对吧？
吓了我大跳，我不可能，我说你别胡说八道，就别造谣。这个我就是去北京试了下贾宝玉，我不可能是我演。完了，记者说，这媒体说你别那么谦虚了，说的《人民日报》都登了消息了，是你。对，我一宿没睡着啊，我紧张啊，我想怎么可能是我呢，对吧？第二天我就问我们团长，团长说我们都接到那个中央电视台借调你的通知了。你这马上赶紧到央视去剧组去报道吧。嗯，所以其实这个人生也真的是这样，就是在不经意间自己都没想到就得到了这么大一个机会啊。嗯，而且我也知道哈，就是欧阳奋翔老师不光是从这个角色方面投入了很多的心力，您可以说是咱们中国第一位为角色而接受这个整容微调的一个男演员了，是不是？对，他们后来觉得吧，我哪哪都长得好，就唯一就是这个脸呢窄了一点，就说能不能够呢让我的脸拉长一点，这样呢化上妆呢就更俊秀一些。后来化妆师他们想了很多办法，比如讲做一个假下巴，完了用胶水呢给它贴在这儿，哎，贴在这儿，做了让我去试，但是你不能说话，这一说话一动吧，它掉下来了，粘不住了，粘不住了就掉下来，说这办法不好使，哎，不行，这外边解决不了，说解决不了，对。说这个四川川剧院有一个这个队医，就剧团的医生，不是专业的剧团的医生，他平时呢研究国外的整容手术。我明白了，欧阳老师这个整容手术是找一个业余爱好者给做的，相当于是的，就找他给看一看。完了他说他有办法，没有问题。他以前做过吗？给人应该还是做过的，那不可能在我身上脸上来搞实验，不行。对，但是他真的就是业余的，但是他没到国外去培训过，就是自己研究，对吧？对，自己研究的。对，后来征求我的意见嘛，说你愿不愿意啊？但我想那个角色需要，对吧？我就同意了。当时我一看很恐怖，首先那个针管那么粗的针管，针头也很粗，针管，我一看那个针头吧，就是打牛屁股，啪一针就能打进去那种，知道吗？对，这么恐怖、啊。对，他就吸啊，吸上那个液体，就我现在还记得是乳白色的液体，其实现在一想就是硅胶啊，那时候你不懂吧？硅胶也不懂，他就把这液体呢，这个注射到了这个下巴颏下面。对，但他给你揉吧，说你反正你24小时之内不能吃不能动，他为什么他得等那个这个他得凝固嘛，得凝固。对，后来这个拍完以后，我就到那个四川省医院去找个外科医生，我说我想把这个里面啊这一块硅胶啊，我说敢给他取下来。那个外科医生给我一说这个过程啊，我一听比打进的过程啊还恐怖，还要恐怖啊。对，我一听，我想得了，就让他留在里面，做一个永恒的纪念吧。就这样的。现在呢也没有大的问题，也一他很少也不多。